这行，7:30了，你就在我睡袋，总是踩我睡袋，开始精神，我肚子，你以为你还是小狗吗？你长大了都已经。行，趴着待一会儿。撒娇撒娇，这一天的，哎，昨天晚上着实没有睡好，因为搭帐嘛，搭在马路，离马路不太远。哎呦，这行了啊。总是撒娇，熬点粥喝吧。然后这米是昨天晚上泡上的。别叫，别叫！搅拌搅拌，防止粘锅。帐篷里好热呀，因为出太阳了。帐篷打开一点，而且外帐上面露水也比较多，给它晒一晒。看一看外面，太阳出来了，中午。晚上出去晒太阳，一直咬牵引绳拴着不方便啊，还随处乱跑。出晒晒太阳多好，暖和。再烧点热水，然后留着在路上，因为天气越来越冷，不喝热水不行。畜生的狗粮，剩了点大米啊，剩点稀饭，两个鸡蛋，生鸡蛋，然后狗粮，还有这种火腿肠。两个鸡蛋，三个鸡蛋，真破了一个，饿了一个都放了。也可以美美的吃一顿。行了行了，别急，着什么急呀、啊？我搅拌，用那个稀饭的温度把它冲开。来吃，行，爱吃不爱吃？还行，挺爱吃的，吃吧。把外帐拿下来晒一晒。东西已经收拾完毕，对对，然后准备出发了，迎着阳光出发。干嘛？你们干嘛？行，我们待着吧啊，出发。